Hello，我们今天要来打找弗鲁迪喽。那我们先看弗鲁迪的出现条件，就是175张晶片，就是少了打赢他会获得的吧？记得是这样子。然后在离网路16区域会随机遇到的样子。对，我今天就是来找他战斗。哦，看遇到了，怎么办呢？快按，快按！打不破了，他的移动好快。他往前射一个光，这样先抢，然后先打那个墙壁。扁亚玉，懂？抢地盘。水之灵，随机的鲨鱼，开扁，送他，好，拜拜了，可怜。算了，砍死他。这局会不会太快了？我才33分，才33秒。梦之灵。收集完喽。